昨天的大涨，今天的负担，阳明今天攻涨停，恭喜大家喽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瑞伟，今天是5月19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看德胜兵法。昨天报告是个好消息，我们给大家520的超值优惠专案，要带着大家反败为胜。那昨天有很多啊大行啊来的粉丝投资者来报名参加了，也恭喜大家。那这个地方如果你今天看到节目，请你在 LINE 里面留言168或直接打电话进来0800668085，不要再犹豫了，慢一天就是少赚一天。阳明今天攻涨停哦，恭喜大家。好，那你们真的是内行人哦，这个波段我说大盘狂杀2500点，只有我其实带着全国会员在赚钱哦。3037的星星有没有高档卖？5月10号，南地差一厘米涨停板，高档获利出清。阳明80几块获利做解码，当天一样开高走低，全国会员做赚正。这是5月14号。那另外呢，大盘部分真的是哦，画线给大盘走，每天帮大盘写剧本，而且你几乎完全印证哦。什么叫功力？讲未来，而且能够印证哈、哦。有本事事先讲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哈、哦。17700，我带了全国会员获利出股票哈、哦。那这个地方杀下来之后，说 A、B、C 波嘛。5月6号弹150点，我说接下来还有 C 哦哈、哦，再来。母亲节前夕涨290哈、哦，母亲节前的最后一天，必然让大家开心欢乐过母亲节。5月10号，哇，反弹不够压吧？早盘一点红，来到17304，有没有过这个压力？没有哈，事先预告的哦。我说这里还有西坡，请注意，就来了哈。隔天5月11号，大跌652点，居然一根哈猪血糕哦，大长黑。再来，西坡继续下杀，这一天5月12号。盘中下杀将近1500点，收盘也大跌680点，来到15165。再来，5月13号继续跌。那这一天下跌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什么？我说啊，利空不再破低点嘛。这一天同时有美股利空，还有呢我们的疫情的利空，但是有没有再灌破新低？没有。所以我跟你说什么，短线先谈再说哦。这是事先预告大跌的这一天哦，5月13号。请问大家隔天是涨是跌？就是大涨啊，156点啊。那大涨之后，很多老师跟你说什么，哇，这个底部成立了啦，看涨说涨，对不对？我当天怎么说？获利做减码，我们事先公开讲的哦。然后呢，我说接下来消息面主导哈，还将测低，测什么低？这个低点15165还会来做测试。当天是大涨的盘，上礼拜五。再看下去，结果礼拜一就大跌了，这礼拜一啊，对不对？跌了快500点啊。那大跌的时候，市场又感到一片的恐慌。我在当天节目里面，这礼拜一跟你又说了什么？来看这边，我说啊，长多的趋势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改变的。这一天一样跟你说什么？指数创新低来到15159，但这是个量价背离，所以我们直接跟你预告大盘即将反弹。这礼拜一哦，那昨天呢？哇，吓死人了，涨了快800点啊，有没有？完全如预告啊，完全如预告啊。
那昨天大涨800点之后，很多老师跟你说什么？嚯，这一波怎么下来？怎么上去？你认为呢？有可能吗？这些老师以后都会改口供了，好不好？看涨说涨了，看跌说跌了，是不是？我昨天跟你说什么？我说啊，今天的大涨啊，哦，就是昨天的，对不对？昨天的大涨啊，将成为今天的负担啊。那接下来没有盘会回了，个股看什么续航力的表现？你们写得很清楚，都事先预告哦。好，今天盘怎么走？就是回啊，就是跌啊，有没有？就如此啊。那今天回档之后，接下来明天呢？明天呢？注意这里，一样蓝色的字哦，提防再度回档，提防再度回档 ，A、B、C 的修正哦，这里，那这个地方会来回做震荡，会赚的老师带着你继续赚，那不会赚的老师追高杀低，明天继续赔钱，我跟你保证，好不好？那今天你要做什么动作？今天是红高获利拔涨的好日子啊，好不好？盘中震荡了哈，你看哦，大涨128，下跌136，就是回档嘛，回来就回档嘛，继续跌嘛。好，那注意明天哦，明天哦，好不好？做事先预告哦，蓝色的字哦，蓝色的字哦，好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昨天跟你说什么？看个股嘛，都续航力嘛。这昨天5月18号礼拜二的中钢有没有？我说它是钢铁股的指标了。这里有没有写得很清楚？红色的字还会再弹。来看一下中钢今天的表现，没有让大家失望啊，好不好？盘中又攻了涨停板啊，收盘大涨了8%多了。这叫个股续航啊，大盘的让你印证啊，就是回档。昨天的大涨，今天的负担，那个股呢？我们昨天跟你讲什么？就看两档主要的股票，一档叫中钢，代表整体的钢铁股。那今天钢铁股来看哦，盘回档哦，钢铁股有没有红通通一片啊？钢铁的分类指数今天有没有大涨啊？有没有逆势往上是8%，将近8%嘛，对不对？这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公开跟大家所报告的两档指标个股，这里个股看续航，今天有没有完全印证？大盘的印证，个股的印证，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在看？因为只有我跟你讲未来啊，很多老师会跟你讲什么已发生的事情嘛，这个还要他们吗？对不对？收盘都收盘了，大涨了大涨了，跌也跌了。你要知道是未来，那要能够跟你讲未来，而且印证哦，这个是需要功力的。我在市场30多年的实战经验，所以你看大盘的转折，几乎跟你天天印证，就如此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实力。很多的粉丝，我们的顾问朋友，我那个大忌了，真的如此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节目，每天去看，去回溯。是不是我的盘势的分析预告有没有都印证？而且我觉得资料我讲过哦，都是什么亲笔所写啊，这个无法篡改啊，对不对？都无法篡改啊，写得很清楚啊，电脑可以改啊，这个时间序有没有都不能改的啊。而且你可以看我之前的节目，每天每几期对，不怕你看啊。所以我说好朋友，我们的节目每天看，那除了看节目之外，还有什么 ？LINE 很重要。我们的节目前方，你可以扫描 QR code， 在我们 LINE 的生活圈。那另外呢，也可以扫描这个 TG 哈。那我们在盘中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会比节目更及时，让你在盘中先知道。这个时间差就差很多哦，因为盘中的时候，对，老师我看好了股票，老师看好了盘势，你可以怎样先动作嘛？那当然会员更领先，好吧？会员更领先，会员有老师怎样
带领跟保护，第一时间收到call讯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员朋友做之后，我会不吝啬的在这个 LINE 里面，在这个 TG 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盘势的一些趋势，事先预告。那还有个股也是一样，事先预告，那你可以领先在盘中做动作。当然你的时间跟我们会员朋友时间又是有一段落差了，各位了解吗？那至少跟节目相比的话，对不对？又更领先啊！所以请你前面扫描 QR code 这是我们 LINE 群组，我跟你保证对你绝对有帮助，无论节目也好或是加入我们 LINE 群组当中也好，对你的帮助太大了啦、哦、就是昨天的个股我们看续航嘛、哦、好，来，那再来呢，今天有没有涨到这里了、哦、注意哦，果然强弹哦，中钢哦，明天请你留意哦，它的反压到了，这一根就是明天中钢的反压，即将进入反压带，所以中钢建议你有没有反弹可以做获利减码了，好不好？事先预告了哈，今天长红了哈，你今天要先卖也可以，你到明天要卖也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是中钢部分。那另外你看阳明4月27号当时从60几块，没有，刚到70几块，跟你说什么航运股指标嘛，最强的指标看阳明嘛。好，那这个波段从4月份开始涨，涨到5月10号，这多少钱？是不是涨停板？对，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有没有再放大，看不清楚可以放大一点，是不是涨停板 100.5 元锁住？当年我记得哦，当时锁了一两万张吧，对不对？太厉害，无敌铁金刚啊！当天阳明锁涨停，全市场老师都给你这样看好哦，100块，叫你赶快继续追哦。我当天怎么跟你说？这都留下历史记录跟证据哦。来，涨停创高，但我说什么？这个时候阳明你要尊重他的百元整数关卡，好不好？第一次来碰都不会一次过了。这长期以来，我说我研究整数关卡很久了，很好用，听我的就对了。来，果不其然，隔天哦，继续看下去哦。隔天哦，好厉害哦，冲高哦，105.5 哦，还好你有看节目对不对？你可以做获利调节，至少你没有去追100块以上的阳明，在这时候有没有？当天怎样？就开高走低了，收盘破100块了，然后跌停跌停，有没有？这一天跌停板的时候，哦，很多老师突然阳明啊消失不见了。那当天我带会员哦，跌停板一大早8:30买跌停板的阳明，这是5月13号哦。我们 LINE 群组当中也有讲，我们 TG 里面也跟大家事先有预告哦。哦，来，那、啊、隔天呢，我们怎么动作哦？来，我们刚刚给他看过了嘛，就是卖阳明嘛，隔天一大早有没有在这里啊？5月14号获利做减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杀下来之后有没有5月17号礼拜一啊，这天跌停板，我们这里的获利卖出吧，隔天是跌停板，那跌停板 66.6 的时候，哇，就礼拜一而已啊，没有人跟你讲阳明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之前哇，阳明好，阳明棒啊，老师有没有全部消失不见啊？为什么那天跌停板没人讲啊？没人敢讲啊？只有我比较笨，我们比较老实，跟你说什么？你看哦，这礼拜一嘛，哦，白纸红字有没有？是不是跌停板66.6？我说月线维持上扬，这个叫月线哦。他对这个阳明虽然暂时跌破月线，它有往上牵引的力量啊！而且我提出来说，如果虽然市场当时对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很悲观嘛。我说，如果阳明的五月营收获利跟四月一样好的话，那你认为接下来阳明会涨会跌啊？哎，当天跌停板呢，没有人敢讲阳明呢，
那你看一下，这叫什么？昨天的阳明叫涨停板，恭喜大家！跟你预告什么？还会再涨啊！昨天啊，对时间啊，这不是功力？什么叫功力啊？跌停板，礼拜一没人跟你讲阳明，跟你保证啊，你看那么多节目，对不对？跌停板谁要讲？没人讲，没人讲，就我，因为我们是阳明的专家，你操作阳明要来找我啊，各位了解吗？操作航运股要来找我了，我们真的懂航运股了，我们真的懂钢铁股了，哦，跟你预告啊，还会再涨啊，还会再涨啊，啊有没有涨啊？不止涨，还涨停板，是不是？恭喜各位朋友，是获利了，是不是再次获利？对啊。所以为什么最近那么多人来找我接入我们的获利行列啊？真的是准啊，大盘很准，个股一准，大盘从17700杀下来跌了2500点，还能够帮你赚钱的老师有几个？应该市场很难找了，很难找了，我们都公开让你印证嘛，不是石头马后炮哦，都讲在前面嘛，对不对？中钢也好，阳明也好，盘势也好等等，都讲在前面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阳明又涨停板了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全市场的老师都在讲阳明的啦，这里跌停板没人讲啊，连两根涨停板的时候有没有？吼、哦，阳明有没有？吼、哦，大家拼命追了啦，拼命讲了啦，对不对？我认为今天短线上你要获利八档也可以的，明天这里就是短压了哈，83.8了。那因为现在盘势的关系，有没有阳明已经算盘面中最强的股票了，但一样要来回做。为什么来回做呢？来回赚呢？因为目前的盘势结构有没有这波已经被破坏掉了，所以区间震荡啊。昨天那个800点有没有？我们昨天讲说，昨天涨400，比涨800漂亮。那一次涨800怎样？我们昨天不是用跑步系统吗？气力放尽了，那接下来空间有多大？各位了解吗？这叫逻辑。我在市场30多年了，我都讲在前面让你知道。啊，所以今天阳明涨停板喽，对不对？可以获利把它挡。那或是明天有没有？它压力在哪里？83.8，了解哈？来回做操作了，来回赚了。因为目前为止不像一般老师所说的，有没有哇怎么下去怎么上来啊，看了贵，我跟你保证这些人就会到时候怎样会翻口供。我先预告哦，我是趋势专家哦，我讲在前面哦，对不对？盘是我们跟你印证那么多次的，几乎天天准啊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时候有没有盘是的短线的上涨空间没有太大，要来回做做，来回赚，累积才会变大，小获利变大获利。那所以阳明也是一样，这已经是最强的股票了啦齁。阳明恭喜大家齁，恭喜会员朋友继续获利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说电子股齁，像6679的裕泰，我说是少数少数齁能够创新高的啦齁。礼拜一跟你预告嘛齁，来332了哈，收盘316哈，你看，讲完了隔了礼拜二是不是又大涨，创新高，恭喜大家，裕泰。那再来今天哇，最高366.5又创新高了，连五红。但我说什么 ？OK 了，这样可以了，短线别再追了，好不好？很强了，但是呢，因为盘势结构的关系哦，我再讲一遍哦。现在是没有大波段的时候，现阶段 now， 所以你看一段一段赚，一段一段累积获利，低进高出，低进高出，一定有这个高出的动作，短线不要一直爆，有没有？你要爆上去又爆下来，我跟你保证，这裕泰。那再来，我们
昨天跟预告什么？群创嘛，还在谈嘛？那有没有谈？来看一下群创哦，看到没有？这事先预告的啦，对不对？强谈见涨停啊，恭喜大家哦！但注意哦，明天的反应要近的哦，23.3这里，好不好？这才是你要看的节目啦，能够讲未来，明天，对不对？要买要卖，压力在哪里？对不对？你才会进步啊，才会有收获啊，更老师更我还会赚大钱啊！群创，再来，昨天我说彩晶嘛，它更强哦，收很均线，还会再弹哦。这里我说30块的彩晶不要追嘛，第一次碰到整数关一定不会过嘛。是不是回来？这里守稳均线嘛，昨天嘛，那我说这里还会再谈，看一下有没有锁了40,000多张，这个才真本事真功力啦。你老师只会讲马后炮啦，涨了才怎样？哇，今天涨什么涨什么涨什么，对不对啊？昨天看好了，今天可能不见了，为什么？昨天看好，今天没有涨，自动消失不见。哎呦，换一批今天涨的，不见得有买哦，只是嘴巴讲哦，今天涨什么？啊，这种你会赚钱哦，看了贵，彩金啊哈、哦，那、啊、再来，对不对？注意啊，这里往上有没有月线是压力所在哈、哦？好来，那另外呢，像敦泰有没有？今天要涨停板喽，但注意了，这种股票。要懂得区间操作，好，这里支撑压力，哦，来回做操作，好、哦，现在短线上再讲一遍盘势架构的关系，你不要先讲波段，你现在想波段你会怎样？你会后悔，来回转，来回转是现阶段的架构，那不会做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跟老师做嘛，好不好？在市场30多年了哈。我可以成为你最好的依靠哈，好，敦泰。那另外，天域今天强攻涨停板哈，啊，注意了哈，今天涨停哦，很猛，对不对？明天压力近了，266留意反压，好不好？月线跟压力266都是反压了，天域哈，今天很强嘛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不会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，这是你要看的节目，这是你要跟着老师，好不好？真正能够帮你赚大钱哈，好，避开风险赚大钱。那这一档是少数电子股哈，能够站上月线的，这档叫月线。那我们先预锁定，先预锁定哈。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候，老师还会做研究了，初步的锁定哦。还要看筹码，看晚上的筹码，那另外还要看明天的盘势的一个这样盘中的即时动态，就像飞机起飞之前，我们要很谨慎做 double check 二次检查，甚至我们的操作非常严谨，对会员负责、哦、所以我一样、哦、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啊，拼了老命，又让会员这样持续避开风险赚大钱哦。这是第一档、啊、第二档这一档我们之前赚过一次，那现在我认为短线有没有压回之后又可以做注意了，今天守住支撑尾盘甩尾，那这一档我认为短线上还有一段的空间价差，那一样来回赚来回赚、哦、那昨天有很多好朋友、哦、已经办好入会手续了，520优惠专案。之前如果你跟错老师或自己操作不顺的话，真的要找对可以帮助你的专家了。股票真的要专业的来，好不好？盘势你印证到了，个股你印证到了，就只差一个决定，不要再犹豫了啦。卖一天就是少赚一天，尤其我要再度强调哦，现在盘势架构
我们之前给他什么哦，推背图哦。那你现在不要被昨天那些老师给你蒙骗了，说哇，昨天涨800点，对不对？怎么下去？怎么上来？这些老师会把你害死。我这样讲一遍哦。现在这个结构好不好？结果我跟你讲什么 ？A、B、C， 事先预告，事后印证嘛。下杀2500，只有我依然能够带全国会员来赚钱啊！所以超级优惠专案520就要帮助大家，好不好？反败为胜。那请你怎样在 LINE 里面留言168，或是什么直接打电话进来0800668085，赶快报名来参加，因为接下来个股的调整很重要。你手中一些弱势股如果没有现阶段好好做调整的话，那这个波段反弹结束还会破底，我给你保证。那最近的操作有没有2500点的了？那当然了，跌势会稍微趋缓，会做区间震荡，所以个股怎样低进高出，那你要锁对怎样锁定到真正的盘面主流股，就像我们的阳明海运有没有开心赚钱，会没有继续获利，恭喜大家哈！那接下来要怎么赚呢？请跟上赚大钱脚步。那另外呢，节目前方不要忘记哦，扫描 QR Code 进我们 LINE 群组行列，还有进我们 TG 的行列。那看完节目之后，还有一些重要事情，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、订阅老师节目，这个节目对你太重要、太有帮助了哦。那更重要的是怎样？这个活动520的优惠专案，不要再犹豫了，慢一天就是少赚一天哦。那节目就到这边，感谢收看，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，天天大赚，拜拜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